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家好，你们把睡吧，你好。今天炖制这个鸽子给我媳妇吃，这是30块钱一只，这两只60块钱。现在要把鸽子给弄死，这不能用刀啊，它的血不能弄出来，直接把它掐死了。好残忍！没得有狗子吗？没得狗呀，哎，买不得狗子，放几个红枣也得，放妈的瘦肉一起炖，炖这以后就不看了。真的没有狗子，现在应该死了。来，这里交给你。我的天！不可以叠吗？我们现在来学校接我媳妇，她现在已经放学了，下课时间。这我姐又在做可乐鸡翅，上次好多，上次都说好吃。我媳妇现在下课了。没要的哈。都浪，真浪。可以吃饭吗？你那会拉的风啊？好吃吧？好吃，你搞的吗？你没在家。我不吃，你吃。妈，这个老婆。我当我的主家。妈妈第一次吃鸽子肉，好麻烦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把它腿都剪了，因为呢好臭。我你风里耍拍啥了？开玩笑，你就挂了点心吧。乖乖宝贝。那你要咋样？咋老张是不是？